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一早上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江伟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香港今天有些骤雨，首先看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。大家看到今天中国东南部的云量就不算太多，预计香港这边今天日间都可以看到阳光。不过看最新的雷达图像，可以看到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现在都有些雨区正影响着广东沿岸，预计香港这边今天都有些骤雨，大家要留意。至於氣温方面，睇翻出邊嘅最新情況，去到七點半，而家香港各區嘅氣温係介乎28至31度。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啦，預計會係大致多雲啦，同埋有幾陣驟雨，早晚局部地區會有雷暴，日間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今日大約會有32度。風方面咧係吹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噶。最後去到展望啦，預計聽日初時都仲會有驟雨同埋幾陣雷暴，咁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咧，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天氣酷熱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拜拜。